我不要这么多，拿二斤，这啤酒跟啥玩意儿？要二斤是吧？还行了是吧？咋着？也行啊，25是吗？行，这够准的了，差一块钱。对。要肥的，微信收款25元。啊，那等了，这个是卖。你不切二斤吗？别切了，没事。啊，搁这儿给你吧。大姐，我来。行。啊，都绞了。那个是哪儿的后厨屋啊？哪这叫黄瓜条，绞着馅最好的哟。你搁那儿绞一下错了。前条我是哪家有自己。哇，你咋？绞。可以吧？你。应该我这应该这一盘子的，应该老宽应该给我添一下，添一下是你的啊，对。你那肉都多好，没说干啥。你给那外衣切了个啥也吃，搁脏了。行。炖鸡蛋去。然后你买好的，都留个袋儿盖过来。那个是捞吃。啊。12斤。没要几个呀、啊、姐？这都一样，见着不是肘是吗？我求求你，一样价。我看看你啊。你要带骨头的？就剩一个。你的意思便宜点啊，是真的？便宜点，你跟兄弟说。可以啊。行，买肘子。没有不可以的事儿。啊啊。哎，你还上班吗？没有。不是，那个下来买点我能还多，一共能有多少啊？这上还活、啊、10多斤。啊，十多斤呢？啊，要着了不？这个奇怪的，人家不要吗？是啊，不是我俩能要，我俩分了这个的。跟你说，我多要一桌。你多要那这都给我大姐呗？啊，都给我大姐，你等下一下啊。我要不了那多，忒多。这没事儿，把你弄一半，他不要，我不别人要。行，哥，那你对你要一半完，剩给我一半吧，那就那意思吧。行，我可不等你了。这上没有五花肉啊？有吗？嗯，有不是五花肉？底下是五花肉吗？这一个，底下这就是。排骨底下不是五花吗？排骨底下就是五花。他关键他这不专科毕业，大姐啊，是吧，大姐？要不就这一块都要了得吧，还带别的吗？别带有刮尾骨，还带刮尾骨啥呀？大姐都得带，啥大姐都得带呀？不是真的，对，是大姐，是大姐大哥，那也忒多呀。就这旮沓儿，你想多样都没有。拉倒吧，这个你是都要着不？钱多些的，225。忒多，要不了你俩分。不要，太多了。来，没找哪多钱。你来几个？你来多些。我来的来的一个。喂，啊，对对对，太多了。大姐要哪一个？我先给大姐来。我就要前面那个吧。要这个啊，对对对，瞅着啊。那还搁呀？都得搁呀。你都给人家人乐意呀、啊。看着吗？这边不是是那个？给你少带一个，这头，这头多带一个。哪头多的盖？这这两条完，再剩这个。对，啊，对，那你是不这不带忒多呀？那你可以带这个呀，因为人有个尾骨了，知道吧，姐？中不？中，130。嗯嗯，多一点儿啊，那多一点儿，你不一把账吗？中得多了，130多了，130，行不行，姐？行，我就先给你。你不要他要了。这回不要，这回。不要，我要，你要，你说用哪咱就哪点儿，哥听你的，行不？我是天天看着的，你们对我不熟，我对你可熟。对，这是你说这个实话。我一看啊，十二，看看你一看加跟前儿的，加跟前儿的。腰完之后给我来个腰盘。行，你怕不够吃是吧？啊，五花肉啊，不要这个。要十个多钟，啊，大姐你是95，啊，干净，大的，这下串我先拿一下，一会儿买，因为，来个30斤腰盘，一会儿啊，我给这个给剁，啊行，要不我来一条子啊，哎，那你怎么不能拿钱掏啊？那你不能拿钱掏啊？我得买点肉，55。
五块一斤腰牌，腰牌不行。不是我那90，150。我来一斤。哎，我也来55。我知道55加95不150，我账没算差中呗。是五花肉了吗？是五花肉，给我也来。来坐下。正康够不？再一样。好，我也来这一条。行。那边瘦啊。好，是十斤。肉中了。啊？哪个？这肉？还中了？吃，咱吃上。先拿我去，赶紧。我也来。我来一斤。好，这试试。拿完先拿我。来，你自个儿套去。看几斤。我跟九三谁的啊？哎，来吧，来就来吧。不是，那关键你用打不？我用打呗，那破玩意儿不让打，人家不让打。我都怕就是扔了还是咋的？扔了吧，还扔我这儿来，往我接着。嗯，还剩你拉拉一桶的。每次都剩点，剩点。我也来一条那个。好，那个40上下这一打，先给我来一来东西。我也刚才来那样，就刚才给那人那个我这行为来一个，先给他来呀，先都行，先给大姐一下，行，上下打，大姐试试是吧？我也来东西。会买肉，啥叫会吃啊？这回是这是，等我教会了，都教会了，给我拉4刀吧，完成一个。好，45。马上踢外国。他那个我你要的下边他要。在下边行吗？哎，行。要下边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干嘛呢？我也不会。我好切回家是吧？一个样啊。这个我也给钱了，我这是24的，这给了。这是40。这是我给了，我刚刚刷过去了。那个劲儿能不能呢？这一回要了。66。好，别一会儿排骨呢。行，你这刷了，这俩都刷了。不要那个，那个拿着吧。那腰牌。腰牌。还直接来这个。也直接来这都行。都来这样的。因为你这个肉是丁腰牌吃。啊。你再买腰牌，连买2样没必要了。来多少？来100块钱的。行。来一个，把这标给砸一下。啥姐呀？制肉叫有标。砸不到，没人再吃肥肉。我知道，但是制肉你让我打哪儿啊？就一层皮儿，看着吗？制肉人，我再打标，人笑我，给100。那我有包饺的。你就不用买腰牌了，姐。买腰牌没必要了。好，包。你要愿意嚼，搁这嘎饺子馅儿也中。啊，打完标那嘎肉我。饺馅不？那是一。饺馅不？那个饺子吧。啊，饺子吧。这个多好啊，饺子馅儿。30这个是的。39。要这个？好，马上。够不这些？多少？65。微信收款。再给我出来个来个瘦的。来，多些。瘦一两条的。好嘞，大哥，明白了。哎。我30给了。哎，好嘞，妹子。100，够了吧？够了。你真会买肉，搁着50。这肉我太那啥了。来吧，排骨有望吗？哎呀！你要前上要后上？要前上吧。好嘞。这猪大的。微信收款30元。回回买肉，等着尝。那呢？这块腰子。哎，梅花肉，那边我还得是拿血那个，没有血，沾的血，烧肉沺点血啊，35烧，那为啥吃上好呗？不是他孩子爱整根整根的，那样吃那样吃，吃不到啊，拿着一根儿完了，薅着吃，那样好吃啊，来这边装袋，没用，那给我留着，我知道。等一回，我还得多买点。多买点行。大夫有道理没有？对。哎呦，我赢。没事没事。都打一半了，这嘎多废话。40。哎，你多卖人肉还得满意。这叫高手。那
就是高手呗，全是疙瘩给上，不用凑合，这都是都是那都是啊，凑的二啥用啊？是不？这七十五的少，那人九十九，那九十九，那家伙那都腰啊，那人弄个九十九啊，那怎么是吧？你可以给我添一边凑个一百不也行吗？你这个扔一疙瘩凑一百，还好算账。我咋有事？咋有？一会儿还有排骨呢。哎呀，哎，再给我，你这是一个脑瓜挺不够用，要介绍我都搁一块儿啊，你腰啊是不？最后一腰的不一样吗？一样。哎呀，够不够吃？不够吃。不够，不够啊！不够，不够，再来点，那没事儿。这玩意儿都得吃。要不行，你就要大事儿。都一样。一百块钱。都一样啊。行吗？啊。什么样的呀？一百四十二个，一百四。好。这不都有数吗？来来一个。二百四十二。好。二百七十二，二百七。这咱是有猪咋呀？买不着猪的，现在还有的是呢。这啥我头下雪给猪预备了我。你看你还卖肉呢，他们干着急。买不着猪，猪还涨价。哎，哎呦，这点肉还真好。有印象没有啊？打个照。没有。正没说要呢。哎，我大超不缺排骨。没人要，我说啊，没人要个腰子呗。哎，行。啊，你看着呢，这两天下雪，东北猪过不来。这个好不？肥膘去完了。嗯。这标准不？标准。这边给我来，来这么。哎，这样子看半天是这头，哎，这头。这上下一打多好吃，行，我弄弄，是这个意思不？那行。这个反正钱吧，三十五、四十的。四十。哎。前朝来的，两样一百，一样五十。咱们来点，也来点青椒跟那个梅花。你看，五十。这拉。微信收款四十元。给一百，色儿这样子熟，好不？这叫纯梅花。我们还看看别的。来，八十。好，等一会儿啊。咱们领导，八十。来上那个。来，照多少？看看哪多少。这面，不用看的。这些中不？八十。好，一百二十五。要外籍，要哪一个？你拿哪个呀？你要哪个拿哪个，拿哪个你听我的。我听，你要听我的，我都腰着，别搁别拿了。不也都那个价吗？哪一个？就这拿一个呀。这么拿？要哪一个呗？他的不能单要。要那个那能中不？不中就拉倒。不，你可以在这个拿，你给我少带点肥的。那一点肥的不卖，给五十。你关键你不吃，咱卖肉的大爷，卖肉买肉，我还不想带猪粑粑，你都等大爷，你这玩意儿，这小整多好啊，这俩都腰着，十一块得了。啊？哎，你看，什么事儿？促进消费，薄利多销，给七十，细封的还治老冲，这叫有料肉，还肥，带肥都吃牛肉了，牛肉都比这肥了。大姐，别是猪肉。也是给我来一条，聊我没装钱了，没装钱了，没事，赊着。要个些事儿，就来这一条。不，你要多少钱的吧？来二斤的这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够了。我还哪跟那？你只能来这些，你要那么多东西。三十中不？啊，这三十，多一块不要了，三十一了。不客气，客气。大哥，你别不相信。大过年了。我说这这肉怎么行？我这熏肉这么少啊？这个肉，那我去整，还细乎还嫩稠。人家那婆子打电话来了，给一百一千婆的，一百一。